你这边奥斯汀要打电话给李尚福不接，你美国还把人家当成战犯，这个制裁的那个犯，你想想他怎么会理你呢？那越是不理，在外交上常常有，我把姿态拉高嘛，我也不回你话嘛，那你急你就会降低你的条件嘛，这也是一种讨价还价中间关门锁门掏钥匙，你还不肯降价，我叫李尚福去走一趟，这个就是造成美国很担心的事情嘛。你这个东西打仗就是相互消耗，你这边丢一斤那边丢八两，对不对？这个仗就达不到你预期的效果。